迎乡民老婆 AK R&B 小天后 AK 饶舌歌手最讲 feature 的对象 Julia 吴卓源。今天这个合作的歌曲是《买榜》哦。Yes。Yes, sir。这个导师对于改编这首歌曲有什么期待？我想应该就要先问一下这首歌的原唱熊仔了。我觉得压力不用太大啦，因为其实好恐怖，你这样讲人家就压力大了，你不要这样。因为他刚才说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成绩，然后发现好像没有到那个话语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们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是关键字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敢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上一张都还没下榜，我下一张又准备上榜。Let's go。我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一样把大钻拍爆。不管是三分，熟悉的 intro。怎样历史写呀？听着没听过，走到这才发现到底是什么比冠军奖金还让我心动。不好意思，小情节，希望你真的能理解。压力太大，喘不过气呀。原唱就坐在对面，而且又是评委，所以还凭什么？我压力能走到这，到底凭什么？陌生的讯息挑战，谁不该被淘汰，谁应该晋级？每一个都说我买榜，大哥你很屌吗？不然你来讲，怪节目怪评审口味太糟，啊真的要怪就怪我怕的。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Let's go,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How can my bomb, my bomb, let's go. All day long i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I care about hundred shots of 开奖。Oh what? Oh 我的天，天天过年 ，We just win and win.原本这首歌是很 chill， 然后很舒服的，哇！刚才听到整个惊到爆。刚才这个曲风那样听起来，很多那种对点的，然后又是跟着唱的，然后而且对点的地方，我觉得央丽做的也很棒。这样，我最喜欢的是你最后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位评审一个灯，一个结果几个喷，然后最后跟我 feel 了。我这个巧思超棒的，然后你走的 flow 也很稳，这整首是在，对，我原本就在山上面走，那你也走得非常稳，就是完全没有跑，真的是我想象不到，原来买榜可以这样买啦，没有想过。